我在视频直播呀、啊，师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懂了。哈哈，我也玩这个东西。你也玩这个东西啊？嗯、你也直播的吗，师傅？啊？我只是看而已。你看呢？你看谁啊？啊？啊？你一般看谁啊，师傅？多了。多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。这个名字太长太复杂了，随便取了一个。我怎么不知道我的名？我喜欢看哪个平台呀、啊？我叫什么？看哪个直播平台？他这播的是什么平台？他这个呀、啊？我的斗鱼。斗鱼，斗鱼，您知道吗？你呢？知道。知道哦。呀、yeah, ，你知道斗鱼的？是不是？你认识一个叫冯铁男的吗？嗯。啊，认识。冯铁男，你知道啊？这冯狗蛋、师傅不回答我了，这有点尴尬，空气凝固。师傅，你平时看什么？我看老多了。你是看女主播还是男主播啊？女的。女的、啊。一般都女的。看。男的我不爱看。男的不爱看。一般干这个东北的多。哦，你想看 YY？ 嗯。喊麦是吗？嗯。你会喊麦吗，师傅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你会喊什么麦？会不会？哦，师傅看 YY 的，嗯。行，我给你聊了。师傅说不跟你讲了。安心的转，安心的开车，你不叫快吗？啊、哦，对。好。保证有你喜欢的，也有很多东北主播。不理我师傅，看来没兴趣。不是不是，我也会喊麦啊，师傅，你要不要来我直播间关注一下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冯铁男。冯铁男是吧？啊。你可以下次搜一下嘛。我要不要给你喊两句嘛？嗯。有兴趣你就来关注一下，好吧？师傅不想听。你们这一天能挣多少钱？这个呀，嗯。看你的比你高不高了，是吧？这个得怎么说呢？就挣个那个混口饭吃吧，对，差不多。有时候一毛都挣不到，有时候可能就一夜百万富翁。嗯嗯嗯。开玩笑的。就有时候就马上就一夜之间亏了。我们这一行啊，真是比股市还可怕。我觉得师傅你也可以当主播，哎，感觉你很会说话，很好玩，很幽默。我们平台就缺你这样的人，而且我们平台有那种就是开那个当那个司机，他也直播啊。报复什么？有一个一夜暴富的。谁呀、啊？特。真的吗？没有。田友。哟，我会他的歌。一人我饮酒醉，哎、醉把他佳人成双对。还可以吗，师傅？田友的对，田友不错。嗯。我觉得冯铁男也不错啊，你也不来看，真是的。冯铁男没有天佑火吧？冯铁男，我觉得这天佑差远了、我觉得差不多啊。嗯，我就喜欢那天佑的，知道吧？好吧。冯铁男呢，就年轻人比较喜欢，你的话就可能天佑关注的比较。
较多吗？天衣我也不算多老啊。不是，我是说就是符合您的那个口味。大家都知道冯铁男的，真的。扎心了。前面没车，不开快点。扎心了呀，老铁。师傅也不是我了。我这里面有好多都是，是吧？全都是。真的吗？他都是喊麦吧，是吧？他唱歌，我还是觉得冯铁男唱的比较好。谢追逐冯提莫的背景。你不是不看男主播的吗？师傅，你这骗人呢？很少，我就关注天有一个。哦，哎，可以多看看，多看看，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。优秀的主播还是很多的。去斗鱼搜一下71017还可以。你老家什么地方的？啊，重庆。我没钱了，想买件衣裳，妈会毫不犹豫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递到你的手里。有一个人会告诉你，只要你好好学习听话，哪怕他再苦再累也值得。什么是我们签了，请所有朋友拿着你母亲那粗糙的双手，我们该对自己的母亲说一声：妈，您辛苦了，孩子这么年让你担忧了，孩子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母行千里儿不愁。天佑相信这句话永远都会是个真理。当我们出去奔波挣钱的时候，拿起了手中行囊的时候，母亲会告诉你：儿呀，在外吃饱了，过得不好就回家来。可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，母亲出去给我们挣那仅有的工资时，我们却曾经拿着这仅有的工资肆意的在挥霍。如果现在有听见天佑这个录音的好朋友，我相信你们
他妈的面前，可是这位伟大的母亲却说：“儿啊，把刀给妈，妈自己来，别把血溅在你衣服上，到时候没有人给你去洗。”这个人是谁？是母亲。老娘，老娘说：“儿啊，回家吃饭吧，这都几点了。”他儿子并没有说话。感动了，师傅，他有那太感染我的情绪了，真的不愧是你喜欢的人。6月21日，天佑祝全天下的父亲们节日快乐。这又是在歌颂爸爸是吗？有个好的身体，我知道您已经老了。产房之外的门口，他紧张来回游走，全是他的歌。把女人用这个世界伸出颤抖的双手，看你天真的笑脸，他泪水变成雨点，从此为我操劳一生，到死才有终点。大手拉着小手，他每天亲我一口，为了让我身体健康，戒烟又是戒酒，为我买着玩具，他带我打着游戏，为我撑起一片天空，为我尽心尽力，为入学你爬楼，你为我学习犯愁，因为我的调皮捣蛋低过多少次，他说又玩啊，叛逆总会惹您生气，但您从来没有抱怨，没有对我放弃。他们又玩，我记得不多，你什么话都不说。当我心情不好时候，陪我一起喝多，看您满头白发，我眼泪犹如雨下，跟你抱在一起，哭着喊了一声爸爸。别退一辈子的榜样，你始终充满力量。一个男人必须要把责任扛在身上，一个高大的背影，你始终要去坚挺，一直教我做人之道，社会生存本领。我没能让你忘。感动已经被扎心了，看到身影不再挺拔，感叹时间太少，我努力想我独自忧伤，身体不再健康，一人教我热血男儿，会好好学习的四方，在这个时间段